猛男枪 M4， 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啊？有个人在仓库埋伏他一波，闷声发大财来了。这又是可恶的空气墙，真被空气墙弄怕了。现在在墙后面开枪都要多伸出来点，就怕打到不明物体。有没有同感的？他有大炮，可是没倍镜。要说我用连狙最少也得四倍吧，现在我有个三倍配 M4， 不比连狙强多了。这地方适合狗分的来呀，人少物资还肥。哦，对了，他就在地图右边的小岛，中间那个有点穷，下面那个没去过。这船只能坐两个人，四个人的要慎重啊，别堵死了。要不是这次圈刷的好，我肯定直接自尽了，跑了几公里都没车，太倒霉了。事成这么大，找几个人出来不过分吧？没听错的话，应该是枪声。虽然这是个生存游戏，但为了节目效果，我拼了。Nice。脚步声很近了，人就在对面。他还没反应过来呢。来都来了，不如上楼顶，站得高望得远。果然没白等啊，听见了吗？有人上钩了，在下面。哦耶，不行啊，这样效率太低了，就剩十几个人了。虽然我承认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话痨，但不杀人我也不想说太多。来得正好，看到小地图上的枪声了吗？安排了他。这节奏不会是人机在打架吧？呀，幸福来得好突然。击倒一个，另一个没威胁。KO。 左边有跳楼的声音，你仔细听也能听到。过来了，这是要打我呀，好大的胆子。就地补了他，偷鸡补成十八米吧，嘿嘿。之前击倒那人呢？耶，还有救兵。哈哈，蒙死了，命中注定的缘分呀。忽然间四面八方声音不断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还有人开车过来。来了就别走了，好车真的容易爆炸，伙伴们开车需谨慎。我是真的服了呀，这枪声都响好几分钟了，啥人呢？这么打还不死，这怎么上不去？看见了，好可惜呀，机会错过了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下面有人，机会来了。还是算了，突突起来我这点子弹哪够用啊，这就是挑战的悲哀。他竟然又出来了，不忍了。哎呀，不好啦，谁呀？偷袭我呢？出大事了，找不到人，那个地方不能待了，换这边。哪来的枪声？近在眼前却找不到。哇塞，这就死两个，高人呀！不蹲死他，我进圈都感觉后背凉飕飕。看见了，柱子边，这样就显得比较 OK 一些。进圈了，咱们来生再见。他们打起来了，还有六个人。咱们势单力薄的，当然要赢一搏。看见一个，没补掉啊！我懂了，最后三个是一伙的，幸好这地形还比较 OK， 相信我，没问题。耶，左边有一个，好像和队友分开了，正好各地击破呀。机会大大的，我在哪？他们琢磨不透，我绕得他们头晕眼花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淡定，喝瓶可乐压压惊。我知道他在哪儿了，有能耐出来呀，别藏啊！怎么样？不敢了吧？圈越来越小了，这样不行啊！他们一点机会都不给。找到个好地方，这里一览众山小。是吉利服。哎呦，轻点呀，没事，我孤家寡人，他有拖油瓶。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，不把我的枪法当盘菜呀，赢得郁闷。